咱将要行到这个局面，用所不该属于你的宽容，展开顶力，只为捞出我这段情谊的不忘。可敌因为你饮食匆匆下，不少百姓行为妄下逆袭，有你的坚持，我无外责任。这一战，无可避免。这个棺木正已破碎，有苏武功必成红雕仙，这场无人之战将是何种结果？